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，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。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第25.1号决议确认了这一根本原则。民进党执政以来，将政治图谋置于台湾地区人民福祉之上，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，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，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。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为了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。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，否则只会自取其辱。